好，我们看到这里哦，他说今天 FS 对吧哈？结果说贝塔属于它，对吧哈 ？GSA 一样，贝塔属于它。那今天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把这整个去除以它之后，余是余多少？这样行不行？行哦，那你观察一下，根据题目第一句话，我先把 FS 和 GS 用除法原理列出来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被除式是谁 ？FS 直接被几除？被 a 三方加三 s 除，除下去之后，老师假设会得到一个 q1x， 再加上余式是几？ 2 h 平方加上3 s 减一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 FS 写出来，被除式等于除式乘上3 s 加上余式，这样行不行？在 GS 也是一样，把它列出来。今天被除式是几 ？a 三方加上三 s， 被几除？被 Q2x 除，除下来得到一个三四，再加上谁？被除式是几 ？GS 被几除 ？a 三方加三 s 除，会得到一个 Q2x 嘛？加上余式是谁 ？s 平方减 s 加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你先把 FS 和 GS 列出来。列出来的时候很抱歉，题目是说要被解除，好，题目要把这个被除式改成 x 乘上 fs 加上 gs， 把这两个合并之后依然被解除 ，x 三方加上 3x 除了余式，对吧？所以说把这两个合并起来依然是被它除嘛，所以说注意听，我就把这两个合并起来，把 x 乘上 fs。加上 GS 行不行？把这两个合并起来，那你看一下，因为 FS 分解成这两个相乘加上余式，对不对？我今天要把 FS 乘上 x， 把 FS 乘上 x， 可见这两个都要乘上几 x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乘上 x 是几？我在 x 三方加 3s 不动，我把这 x 乘上 q1x 的前面。再加上把这边乘上 x 是几 ？2x 三方加上 3x 平方减掉 x 行不行？换句话说，把 fs 写出来，再加上谁 ？gs 直接写好不好 ？x 三方加 3s 乘上 q2x， 再加上 h 平方减 x 加2。好，写到这边好不好？这是我的 gs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把这 FS 乘上 x 之后，再加上 GS， 我今天要把这整串式子去除以它，对不对？把这整串式子需要除以去除以谁？去除以它。问题来了，我需要把这整串拆开吗？不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一下，我今天只要余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整串式子去除以它时，其中去除以 a 三方加 3s 的时候，你观察一下这边，这边有没有 a 三方加 3s？ 有，所以这一部分是可以整除、可以约掉。很抱歉，这边呢，这边就约不掉了，对吧？哈，所以说这边会产生余式。那同理，这边也可以被 a 三方加 3s 整除给约掉，而这边呢会产生余式。所以说把这整个一起除以它之后，这边两部分都可以整数都约掉，所以产生余式的是这两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我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行不行？行不行？所以说我把这两部分合并起来，把这两式相加，加起来是几？ 2a 三方加上几？ 3s 平方加上 h 平方加上几？ 4s 平方。再来负 x 减掉 x， 负 2x 再加几2，所以说我这时候只要把这个式把这两个合并一起除以谁？一起去除以多少 ？x 三方加上 3x， 对吧？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我这时候只要把这两个合并之后一起除以谁 ？x 三方加上 3s， 把这整个式子去除以它。于是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齁。来第三步，我们使用什么方法啊？
函数法行不行？所以说直接把它除以它，先把倍数式列好来，倍数式是几？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下，被起除，被它除，马上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下，行不行？这边有几个？有四个，这边摆四个，多少乘以等于二？二，对，二零六零，相减剩几？四，相减剩负八，相减剩几？二，所以除下去余四是几？啊，四 a 群班减八 s 加二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老师可以得到我们所得余四就是几？四 a 群班减八 s 加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但问题来了，老师以后每次这样慢慢算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定解。其实哦，以后这种题目我们不需要这么啰嗦了，因为这里有个特征，什么特征？我除式有没有一样？有，都被相同式子除。所以说 ，f(x) 被它除是会余它 ，g(x) 被它除是会余它。所以说，老师问你，整除的地方需不需要余它？不需要。所以说，今天被它除会产生余数的地方，可见是这边会产生余数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说我只要把这产生余数的地方，所以 f(x) 会产生余数是这么多。所以说我想不打这么多去乘上 x。前面整除的地方要不要以它？不用。所以说我只要算余四嘛，因为都是去除以它，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所以说我只要算余四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就直接用余四来算是就好了。所以说直接把 x 去乘上这余四，加上 gs 的余四，把这两相加值再除以它，是答案就出来了。所以说基本上 fs 被它除会余它，整除的地方不用理它。GS 被它除了余它，整除的地方不用理它，所以会说会产生余式的地方是在这边。所以说我这时候把它 AK 乘上 FS 的时候，我直接把这 F 的余式乘上 AK 是四几，把它乘上 AK 是 2A 三方加上 3S 平方减 AK， 再加上 GS， 对吧？加上 GS 嘛，所以说直接加上 GS 所产生余式是几 ？S 平方多少？减 s 加2，之后把这整个加起来是几？ 2a 三方加上 3s 平方减 2s 加2，是不是叫了？所以说我这时候只要把它去除以它就出来了。所以说马上来一次啊，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下去除以谁？除以它，三次、两次、一次常数下，这样行不行？好。一零三零，所以这边摆二二零六零，对吧？好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放心哦。这边加起来一个事情，四 a 三方，好不好 ？OK， 再加起来试试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好 ，OK。所以说这加起来事情四，看行不行？所以相减剩几？四负八二，行不行？所以余四就是几？四 a 平方减八 s。加二，这样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以后这种题目，我只要针对，因为反正除式是一样嘛，所以说我只要针对这个余式的地方，可不可以去针对这有余式的地方去运算？所以说 x 乘上 fs， 就把这 fs 去的余式去乘上 x， 加上 gs， 我就加上 gs 余式。所以说只要把余式部分合并起来，一起再去除以它。答案就出来了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后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